又给我送来一批装备哦！好事儿啊，周将军，我安排飞机给你运了。哎，那我可要谢谢你哦，拜托喽。梁鹏提起送别这出戏，似乎在暗示着回南京就是一出戏。这是一种预警信号，吴梦想从各种消息判断出了大事。可眼前的庞祝平，却并没有任何异常。 老庞，你能安排去南京的飞机吗？3天后，我来接你回南京。我现在就要走。现在？怎么说急？吴兄啊，你知道上级职守，军法无情吗？你已经让我归心似箭了。老庞，你知道背井离乡，度日如年吗？ 好吧，今天走也行，但没有直飞南京的飞机，要先到广州，明天才能到达南京。老庞，你刚才好像说军法无情，擅离职守啊？我来安排，没人知道你在飞机上。不过呢，你得给我一个理由吧。侍从室刚打过电话，让我面见校长，我有通话记录。 行吗？嗯，这个理由勉强过得去啊。看来我们是留不下武将军喽。嗯，好，那要回北京再走。血战到底，走，请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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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说。 梁冬是不是共产党？你们他妈到底在搞什么？我说，我他妈打死你！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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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说实话，这件事情到现在我还不怎么相信。我知道你不敢相信，电话里面又不方便说，所以我立刻就赶过来了。你亲自见了那个李医生？我和顾树桐一起见的，并且核实了。 胡子奇和刘谷成都在，人是胡子奇抓的，他和吴梦祥的关系非常好，所以不像是栽赃陷害。吴梦祥虽然不是我们桂系出身，但整编八十六师毕竟是以我们桂系为骨干而组建的。我担心曾光熙是受了别人的旨意，给我们搞事儿。 抓了吴梦祥，对我们并不是好事。那可话又说回来了，抓了他又能怎么样呢？蒋先生的亲信，蒋先生能有面子？还是宋夫人的干女婿，他的岳父又是史继红。打打不得，审审不得，哼哼，得罪人的事儿，够麻烦的。 真不如啊，吴梦祥自己跑了最好。何应钦应该不会放过他。他对共产主义是非常痛恨的，对共产党更是深恶痛绝。反正这事儿啊，咱们别掺和啊，不要轻易表态。告诉咱们的人。 要统一思想。好，我会和大家将李宗仁将军那儿，您给他打个电话。好，我来打。我收到一个新的消息，赵恒轩还活着，而且最近又开始活动了。什么？
假死。曾孔熙敢骗咱们？不，这回曾孔熙也被骗了。好，你给我好好的叮嘱啊，你要亲自给我把他抓住。您放心，我已经安排人去追查他的落脚地了。只要是抓到了赵恒轩，看他曾光熙还敢不敢给咱们下套。知道为什么把你们叫这儿来见面吗？这玄武湖里的鱼啊很多，扔两个人进去很快就会被鱼吃的只剩下骨头。我把你们从重庆调到南京来，给你们交代了任务，是吗？找到赵恒轩。你还记得？你不记得了吧？记得。人呢？罗浩斌被绑架了，有人看见赵恒轩在活动。竟敢私通赵恒轩！局长，属下知错，愿意接受下发处置。24小时内，我要见到赵恒轩，否则我就让你们在玄武湖里喂鱼。是。滚！报告，局长，吴梦祥不见了。局座，我们查了从重庆起飞的飞机，没有发现吴将军。重庆站已经在各个关卡布控检查，就陆地交通而言，他们应该出不了重庆。武将军的警备司令部管的就是城防，他要是想出城，我看卑鄙不行。他能去哪儿啊？如果武将军真的是共产党，我想他应该去陕西一带吧。从陆地走并不难，陕西也是共军活动的地方。胡宗南长官那儿通知了没有？已经通知了。他们猜测武将军的方向应该也是陕西一带，四川和陕西之间共党出没的地方都有可能成为他的中转站。哎，你们说他有没有可能回南京呢？局座，李医生已经到南京了，武将军如果也来南京的话，那不是自投罗网吗？跟踪和我们目前有来往的所有人，尤其是他太太，还有梁农。梁将军已经回家了，武将军的太太施阳今天一直待在外交部，没有出来。还没出来？是。现在还没出来，现在还没有看到。你马上带人去外交部，找到他，给我带回来。是。站住！
人呢？没找到。盯个人都盯不住，留着你这只狗眼有什么用？妈的，一群饭桶！你刚才说什么？我没听清楚。你再说一遍。吴太太不在外交部。有可能是下班的时候混在人群中走了。可能，可能，可能！郭靖无能。这么多人，一个女人都盯不住，算他妈什么特工啊！报告，刚接到消息，吴孟祥将军在广州机场出现。广州机场，广州机场。猜对了，他就是要回南京，投了下去，封锁机场。是，兄弟，拜托，一定把吴孟祥给我抓回来，行吗？我立刻就安排。去，是。请出示您的证件。我的证件也是你能检查的吗？别的车都不让过了，宋女士的车可以过，但必须检查一下。去把你们领导叫来。这里由我负责，我也是执行公务，请您配合。干什么你？宋女士的车你也敢拦？我刚接到通知。所有的车辆都必须检查。懂什么你？出来，出来！这杨女士啊，这是施女士，见到施女士就跟见到夫人一样，知道吗？施女士，不好意思。放枪！车牌了吗？0748，外交部的车0748。等候，快快快快快！转眼之间就不见了，直接去外交部。这里面的箱子有我之前准备的衣服，你把它换上。
这是我们的新身份。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上海。之后呢？我们是澳门人，今天晚上有一班航班飞旧金山。然后我们去哪儿？陕北。就是他。啊。干嘛呀？石阳小姐什么时候下的车？不知道。干嘛呀？和谁在一起去了什么地方？我说我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下车有什么。走，我要告你！别告！我要告你！剩下几个小时，我们就待在酒店里。你什么都准备好？你是什么时候准备好的？从山东回来以后，你不会怪我吧？你真的是共产党吗？是我最爱的人，所以我不能让你跟我一起担惊受怕。国共两党是你死我活的矛盾，国民政府已经腐烂到骨头里，人民在苦难中，在水深火热之中，只有共产党才是天，才是希望。别说了，求你了，别说了。我要说，我还没说完。我想你陪着我，这辈子能有你陪着。值了。我想跟你自由的在街上散步，没有明枪暗箭。我想每天都烧饭给你吃。我想穿你给我洗的有你气味的衣服。我想看着你在壁炉旁给我织毛衣。
我想陪着我们的孩子在田野里放风筝。男孩，一定是男孩。我们送他去当兵好吗？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我爱了，我爱了，这一切都不远了。火车站的血案让梁桐非常不安。武梦祥真的是共产党吗？此时武梦祥的安危情况怎么样？海兰斯皮草店被血洗了，这出乎了梁桐的意料。罗浩斌是不是出事了？梁桐现在迫切地想知道这一切。他在想，是不是应该去找找曾光熙呢？这个时候去找曾光熙，会不会暴露自己？没有选择了，梁桐必须冒险去试一试。局座，我们已经对所有机关单位的车辆，以及和武将军有密切关系的人的私人车辆进行了排查，没有发现异动。机场和火车站等主要交通枢纽都在我们的控制之中，也没有见到人影。有没有可能武将军和施阳女士已经离开南京了？难道他们自己长了翅膀飞了不成？我看八成他们还在市里什么地方躲着呢。局座，我们要不要对南京周边城市的机场和火车站进行布控？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。这个想法好，通知下去，把上海的机场码头都控制起来，尤其是机场。是，我立刻就安排。报告，曾局长，梁桐将军找您。请他进来。是。你们就按刚才说的执行吧。是是。梁将军。哎，你好。哎呦。梦祥的事来了吧？梦祥的事情在南京已经传得沸沸扬扬，消息也是真真假假。我就是要确定一下，他是不是共产党。现在各个部队的调整方案已经下发到各战区，如果他是共产党，我们就要执行预案。我想问你啊，如果梦祥是真的共产党，你见到他，你会怎么做？壮，没有什么好犹豫的，只是可惜，我们兄弟一场。之前你怀疑过他吗？没有。临沂之战的时候怀疑过吗？从不怀疑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打法本来就有问题。明白了。山东之战的时候，梁将军的怀疑是另有其人。这个事情我已经跟陈长官汇报过了。梁将军，你对武梦祥怎么看？我不希望梦祥是共产党，我们大家兄弟同学一场，是有感情的。
你最好这件事情上慎重。是啊，同学、同事、兄弟，最难办的就是这个。一想，昨天你还跟共建伟一起喝酒聊天，谈论党国机密。我们都已经这样了，上面又何尝不是？如果孟祥真是共产党，会改变你对刘福云的看法吗？孟祥是不是共产党，不影响我对刘飞云的看法。我只是现在没有证据。不过大家看一看山东的态势，就应该清楚。山东，山东赢了。赢了。可是我们在全局却失去了时间。如果山东是你打，你会怎么打？我会分割陈粟、刘邓两路大军，把陈粟围攻在沂蒙山区，高强深攻的把他们控制起来。至于说刘邓，我会用机械化的部队围攻他们。延安这个地方在军事上已经没什么作用，应该把主要的兵力都放在东北。你是说战略布局上出了错？这是桂系的人包藏祸心，我们在东北早晚有一天会吃大亏。现在山东确实是赢了，柳飞云这个人取得了校长的信任。他现在你已经动不了了。昨天你还跟共建一起喝酒聊天，谈论党国机密。我们都已经这样，上面又何尝不是？没有从曾光熙嘴里听到任何新的消息，梁统判断武梦祥和罗浩斌暂时是安全的，他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。让梁统稍感欣慰的是，自己不露痕迹的提醒，曾光熙显然已经听懂了。别四处看啊，放心，护照不会有问题的。咱们分开排队，好吗？先生请到。给我一个一个仔细搜查。先生，把头抬起来，把帽子摘一下。照片和本人不太像。啊，今天戴了眼镜。老板让咱们撤，就是他。老板严厉，放走我梦想。谢谢，
收队。兄弟们，撤！先生，不要逗留。先生，请快速通过。那你走不走啊？局座，说，局座，我们的人在机场发现了吴梦祥，他已经离开上海了。他坐的飞机去了哪里？旧金山。谢天谢地。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。因为我不能得罪领袖。也不能得罪桂系的人。那可是我们抓了吴梦祥，他如果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还好办，他万一承认自己是共产党，那校长得承担什么样的责任？最起码是失察泄密吧。更重要的是，以往军事上的失败，是不是校长也得承担责任？你知道有多少人巴不得往校长身上泼脏水呢？还是局座考虑的周全，这个我真没想到。桂系那边我们也讨不着好，白崇禧也不希望吴梦祥是共产党，到时候我们就两头不是人了。幸亏没抓。是啊，太悬了。你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？我们是林秀身上佩戴的利剑，可这把利剑差点就架在了林秀的脖子上。明白。哦，局总，我已经电话通知了上海站，严格保密。今晚我飞上海，亲自落实一下。如果上海站有人敢说见过了吴梦祥，那就按照家法杀。嗯。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？没人知道吴梦祥去了旧金山，我们的一切行动照旧，该抓的抓，该监视的继续监视。是。还有，上海，我和你一起去。是。我们调了一个连过去，应该快倒了。这回不能让他跑了，谁来也不管用。人一定要给我带回去。好，我让他们一到先围了再说。就你们几个吧？怎么着，不信任我们？兄弟是怕惹事情，进来吧。诸位，不好意思，先把家伙交出来。你这不合规矩吧？让他保管吧。是。是。您的枪麻烦也交给我们保管。好。
我没有枪。我得搜一下，您不介意吧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不知道。来吧，来搜吧。您别介意，我们也是为了安全。兄弟，是我对不住你。报警！张文，人都在里面了。嗯。当铺里面的人，请注意，不管你们是谁，请放下武器，接受我们的检查，以免造成误伤。子弹是不认人的。打废了，就问出点这些，全是我的黑材料。罗浩斌跟梁彤一定是有秘密的。他不承认，我们不是也没证据吗？您再给我一些时间，我一定能问出来。只要证明罗浩斌跟梁彤是共产党，就能证明我的清白。那这个，你打算怎么处理啊？兄弟，我们没携带任何武器，大家别开枪。比起杀手，我们保证你们的安全。帮他们开门。我们是保密局的，大家自己人。局长，我敢用我的脑袋打赌，梁彤是共产党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
你真敢用你的脑袋打赌吗？敢。好兄弟，你归队了。这次我要请求你和我一起抓住梁童这条大鱼。局长，是刘飞云将军的人。如果你十分钟不出去的话，他们将视为绑架，直接送去那里营救。把你的枪给我。